啊，就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没有再来就是家里敲门。没有哎，无声无息。现在请五位看前方。啊，就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也没有再来就是家里敲门。没有哎，无声无息。搬走。没有啦，没有听说这件事，应该大家都会知道。是因为经过这次事件，对，跟其他的邻居变得比较少。有啊，其实有很多住在那边十几二十年的邻居都会来跟我们说，就要好好，就是要继续住在这里哦，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气馁或什么的。嗯，就觉得还蛮暖心的，就反而多了很多好像可以敦亲睦邻的邻居吧。我说真的还是会，因为有一些阴影不是那么快可以消除的，但是我们都会一直借这样子的机会教育，让他们知道其实世界上种种人百种人都有嘛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。他们每次看着电梯的那个灯号一亮到七的时候就非常的安静，可是就是小孩就很自然的反应了。开始到什么时候？没有哎，不知道。对。